杨丞琳时常会在社群上与粉丝分享生活点滴，近日她就上传多张美照，只见她身穿挖洞设计的针织上衣搭配牛仔裤，整体相当休闲率性。不过其中一张照片，只见精品包下方出现一块模糊处，有网友就留言说道，有张图收到包了。而她看到后不但没生气，还直球回应，对啊，间接承认有收图，你让其他网友直呼好可爱。而事实上这不是杨丞琳第一次被抓包收图，过去她上传的穿搭照就被发现墙壁线条歪掉了，当时他也回应，我不是修图师，图修歪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，还言自己的修图技术没有很厉害，幽默化解尴尬。